中方批评英国政府向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批出难民庇护，系为港独分子站台。你提到的这个人，是被香港警方通缉的犯罪嫌疑犯。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、组织和个人以任何方式包庇违法犯罪分子。英方如公然为港独分子站台，为通缉犯提供所谓庇护，这是粗暴干涉香港司法。罗冠聪琴日喺 Facebook 话，获英国批出难民庇护，原因系佢喺国安法之下被通缉，证据显示佢受政治迫害而离开家园。